全是苍蝇，为啥子啊？那个不吃的话，拖不到好久了。你看肚子好大呀，天哪！你们孙女儿联系我们的，对了哈，他叫啥名字啊？豆豆儿，哇哟，天哪！豆豆儿，这湖水啊，干湖水，是湖水啊，全是苍蝇，为啥子啊？那个不吃的话，拖不到好久了。你看肚子好大呀，天哪！他那不都是陆地啊？看，还有一个原因，还有一个原因啥？他给我打架。不。我说他湖水打架是扯不到关系，他是营养不养，没有定时驱虫，体内有寄生虫，营养没跟上，所以才会那些出现那个问题。我们还不懂那些。他打架咬到哪个地方呢？哎，说说一个狗儿是你们十二的是吧？ Yeah, 我听到你们个孙女，她说的是很表哥。最早养的，养到后头就送到乡底下来了，是吧？就你们一直在养。没，他们走了呗。我们本来不想养，他就。哦，到年轻人到外头去工作去了，没法带他，就跑给你们了。你们养了有好久了？三四年了。那个症状出现有好久了？有半年了。半年了，你们孙女给我说的是三个多月。外头他小个点。小管没长大，小管给我说把板凳穿住吧。不用，好大。他那都是。你看，刚刚，听嘛，你轻轻拍，你要么轻轻拍，你感觉有回荡声，回荡的感觉还多。豆豆，豆豆，姐姐一直没有给他驱过虫。驱虫驱过点，就是上面。就是里面的虫也给他驱了点，外面虫也驱了点。他走路都很难走了，肯定走不了了。我们以为上坡，他跟着我们落，他那几天就没得法走了。我就换肉那些，他要吃肉，等着给他们拿下去做戏啊，就是生意大事。起来，豆豆儿。不是，他难受，因为他个湖水多很了，过后他里头气管一些都会给他挤啊。带起些草都长肉了，我就跟他承认，因为他现在他已经没法吸收了，晓得不？他吃的东西都已经不吸收了。三十可能是那种。他要是把一个湖水给他放了，肯定就是一层皮了。是，觉得也整齐，把它光着骨头夹夹那种了，就是那种状态，就是。就是骨头夹夹了。原先那个时间好肥哟，原来那时候就是一个骨头夹夹的味。原来多肥，有几岁了他？他等于做起来焦久了，你们养了四年了。那就是最起码都是四岁多了，对吧？四年满的。那他现在排便咋个排呀？他便他个人的出去。他个人出去。他现在走起来得到。起来得到。他脚有点摆哟，脚摆哟。他那个小肚脐的哟。有湖水肯定嘛，你人身上肿很多，他都会的嘛。可以把那湖水给他抽了噻，湖水。你单纯的抽了它，你不需要后期治疗吗？而且它是要跟分时段，而且你还放凶了过，它扛得住不？而且像一个湖水的狗儿，就是正常的，就是保守的治疗，就是7000到10000，最保守的治疗费用都在那个高头，还没说后期移植，它有可能它还要长时间的治疗。那不抽，那不抽，啥子得不行了？肯定我们要带回我们基地，有医生来，专门的医生来抽才有法，肯定要抽。我回去养两天，肯定要先给它放下子。我爷爷就是因为之前就是有没有想给他治啊？哪个不是把他拿去医院都看了？我们就是晓得，我们不晓得。哎，我在那个地方出多少的血哦！我只是给我打了架子，那个给饿了，那个毒在肚子里头。不，不是啊，不长命了。我们以为是那种，要给他们弄点药啦，去买点药。你买点药擦哟，擦过。那个狗儿，我想咨询下，就是，最终是你们做主，还是你的孙儿做主，还是你孙女做主？哪个做主？都可以做主，都可以做主。我们可以做主，你们也可以做主啊。因为那个治疗它有很大的风险，情况要给你们说一下。就像人得了肝腹水的一样的，它也是不是说。一定能治好，有很大的风险。那是死不当活嘛，病了已经都很严重了，拖得。但是晚上守家的声音那是相当可以的，就吼的声音还是啊，吼的声音还是都可以的。因为他看到我们还多亲热的，可以摇尾巴。你把名字，我们后头他就摇尾巴哟。豆豆，摇尾巴。那个狗儿我们带去回去。你看，豆豆，我们假如说治好了，你们还想养它不？
我就明明说，年轻人，你们也是走农村的路。对，我们就是几百公里开过来的啊。也辛苦，但是我说说一句话呀，但是我做到主。嗯。你医不好就算了，生活紧的话，医好了你们养，我们也啥子不要了，你们养。舍得不？啊，舍得。舍得啊。啊，我你们就养了。我就救个河，我们来肯定是要救流浪动物，但是它虽然是你养的，但是因为你们确实也没得能力，也没条件，也确实不了解它的情况，治不了。那这样，来了，那没得法耶。他就是走路嗲起掰呀。他脚趾里面在发炎。来，起来，哥哥，来，我看你翻翻起来。起来，起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自己孩子，起来，加油。哎呦，天哪，好吃哟！快练练，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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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乖乖，不急，不急，好。起来，豆豆。教授，起来，扶好他呢。我一个起来吧。哥，我看。姐姐，把你抱得起来不？哎呦，天哪！还挺重的，就是好大包，水嘛，水都好，但是水起码都是几十斤，水都好多斤。肉没得肉的话，就是一个肉，你看你也不嫌咸的。来，来，他自己有法下楼梯不？来，不行我们就抱，你先抱，你不急不急哈，慢慢带他去。慢点，慢点嘛。对呀，慢，他走得快哟。把弄起来去医下子，哦，弄去医。咱们聪明不叫的，还专门找到金毛给他配。对，专门找的。哥，是你小狗狗呢？小狗卖了嘛？卖了。我都给卖了嘛。这等等。哦。哇。好久没了。哦。卖了好久。走了。要上。来，他喜欢上。抓稳哈，动作，一二三，来上。哎，走。能干，豆豆儿，好像去了哦，乖乖，哦，对了，走了啊，再见，有分别了，要得啊，要你吃，你们自己喂嘛。哎呀，那你后面要是孙女想晓得啥子豆豆的情况，你就问他联系哪个，你就问他嘛。你看联系，反正就是在，就是有点好与不好都联系了。我准备这个摔了，你忍见不得。你是去卖，卖到闷到沙皇以后，你忍见不得，你那个要不得。我说，真的几年时间了，我都舍不得扔。你晚上住晚了点，他守着你路，你是哪下塌掉了摔到哪，都他一上来扯你，人家能不能很听话，给我听话，他就说不了话，听话吧，听话。好，要得，你保重身体。要得，辛苦了你们了。